虽然周深正月休假了，但是饭依然不断，让生米有吃不完的瓜。这不，这次的饭可是真的饭哦，是周深在录制时光音乐会二新春特辑在后台吃饭的过程。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时光音乐会二情歌专场，周深演绎了超难度歌曲《月光》，大量转音成为本次演唱的亮点。深深把这首很难的歌唱得云淡风轻，游刃有余的样子，让人忍不住想，好像不是很难，而真的自己去唱了，才会发现这是什么反人类的歌，嗓子都要废了。这首《月光》最多的时候三个字就有11个转音，需要在换声点反复横跳，而周深具备很优越的混声转换能力，在这首歌里应用的淋漓尽致，使得每一个转音都落得很稳，唱得悠扬婉转，转音细腻丝滑，几乎没有换声痕迹，毫无炫技的感觉，情感很浓，中间的吟唱让人深陷其中。而且周深演绎的月光版本还升 K 了，小编认为应该是升了2个 K，